师傅，为什么越热闹反而越不想说话呢？如果要把话说得讨每个人欢心，费尽心思去修饰不是不可以，但没必要。与其把关系维持得这么辛苦，不如干脆沉默。那不会很孤独吗？有一种人，当他们融入别人时，是需要以磨平身上的棱角为代价的。比起孤独，更令人不堪忍受的是弄丢了自己。与其互为人间，不如自成宇宙。